最近有一组关于舒淇的近期的状态照片被传到了网上，一时之间引发了众多网友们的围观。据了解，这组照片是由专门的摄影师为其设计打造，所以这组照片的风格十分具有特色，给人一种大片的感觉，而且每一张照片的风格都有所不同，而且差距比较大。网友看过以后都纷纷感叹，舒淇真是一个什么风格都能驾驭的人。其中在第一张照片中，舒淇似乎扮演着一个行侠仗义的江湖人士，她头上戴着大大的圆形斗笠，她的身上穿的衣服也十分与众不同，斗笠投下来的影子将她的大半个脸都遮挡住了，衬托的这张照片更加神秘，非常具有韵味。而在第二张照片里转为了暖色调，舒淇穿着一件体积很大的大红色衣服，身上戴着宝石首饰、项链、耳饰、戒指等一应俱全。而在另外一组照片中，只见她穿着一件印花长裙，手中还举着一把黑色的伞，时而微微抬起头，时而从侧面转过头来看向镜头，每一张照片都给人一种美艳的感觉。网友们在看到这些独具特色的照片以后，都纷纷在下面留言评论，其中大部分网友都在称赞舒淇的美是很难得的，而且她的美有很强的塑造性，未来希望她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吧。